各位的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张美君，我是看今仔日九月二十七号的南投新闻。草屯镇白兰里的下白兰，大约有五十公顷的农田伫灌溉区外，农民就必须家己想办法挖圳路来取水，但是往往拄着风台就被冲歹去，这对着农民造成真大的困扰。后来经过立委蔡培慧甲公社的协助之下，向中央来争取经费，也合作做灌溉取水路的改善工程已经完工。今仔日也陆续来举办着通水典礼，希望讲会当给农民更加稳定的灌溉用水。白兰里灌溉区外灌溉取水路改善工程，经过着大约三个月时间已经完成。等乡亲作为参与，欢喜来进行通水的典礼，让农民会使有较稳定的灌溉用水。较早都叫卡拉机吼，对面顶遐，卡地沟啊，啊来，互阮遮灌溉啦。啊，那每遍吼，那风台做大水，爱都拢冲害。咱店长会当，甲咱做甲遮舒适，啊，互阮来以后来饮水，会当来真顺利个呢哈。用水的问题解决。啊，也当提高生产量，所以农民业经济的 GDP 也因此会增高了哈。那农民的成本吼，也会降低。草屯镇白兰里出产着葡萄，也有奶子这些作物。不过伫下白兰这个地区，大约五十公顷的农田伫个灌溉区外，为了照顾农民，经过着立委蔡培慧，这个草屯镇公所来协助之下，得到中央1000多万的补助，实施着438公顷的取水准沟。这个新来水门加设备，因为都是伫 OK 内底，所以咱做的工法哦，比以往啊，甲以往拢无同款。那么用钢轨桩打桩到啊，这个岩盘啊，来甲做咱的啊，这个啊幼型沟吼啊，来取水，吼、啊、咱这个水准呢啊，取水真稳定，而且呢啊，未来呢，咱未讲因为落一下大雨啊，就将这准沟呢甲冲毁吼。等乡亲感谢着大家有这条出水路来造桩，也先组织着管理委员会做维护，让水路来发挥着正好的效益。来做一个通盘的计划，看到时才要来管理这个准头，这个吼，这上重要就是这个，无这开价实施了，买中下做大水来，无来水门，无来管，这也冲害的时候，无采光开。镇长努力来开这些钱。草屯镇公所表示，都要努力来争取，将这条灌溉区外出水路交予水利会来做专业的管理维护，也希望讲提供着较稳定的水资源，让农民免惊讲无水下灌溉。记者吴雨欣采访报道。